对，它这个连蛋黄都好浓哦，好吃，好吃润啊！台南最美的温体牛肉火锅，美，这个颜色，好美哦！其实我刚刚不是说它是甜点界的天花板，天花板对，它这个天花板比较低哦。我知道是说甜点界哦，对，它的奶油好细好绵。小杨哥要不要分享一点？不要。周六晚间8点，广生堂花青客客。花甲少年去旅行，广生堂花青客客添加的燕窝更有感。